第九十九回，花和尚解脱缘前井，运江龙水灌太原城。话说田府接得叶青新闻，拆开富宇近是识字的，读与寡人听。书中说，神乌离焦聚全与为世，此人十分骁勇，杀退宋兵，宋江等退守超德府。神乌离即日再令神女郡主琼英同全宇领兵恢复超德城。谨显总管叶青报至，并以分配侍奉文、黑大王恕神善配之罪。田府听罢，减了七分休息，随即传令，对全宇为中兴平南先锋郡马之职，仍令叶青同两个魏指挥使，继领令子及花红锦缎银两，到相垣县封赏郡马。叶青拜辞田府，同两个魏指挥使望相垣进发，不提。却说前日神行太保戴宗奉宋公明将令往各府州县全片军帖以北投汾阳府卢俊义处探听去了。其各府州县新官陆续已到，各路守城将作随即交与新官治理。朱将统领军马次第都到超德府。第一队是惠州守将关胜、呼延卓同武关守将孙立、朱同、燕信、马伦、普独山守将文仲容、崔野军马到来，入城参见陈安府。宋江以笔说水军头领李俊探听得路城已黑，即同张横、张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同威、同猛统驾水军船只自渭河出黄河，由黄河到路城县东路水聚集听调。当下宋江置酒聚阔，次日令关胜、呼延卓、文仲容、崔野领兵马到路城，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协同宇等及索超等人马进兵攻取鱼社、大谷等县，抄出威胜州拆巢之后，不得疏虞，恐拆计穷投降金人。关胜等遵令去了。次后灵川县守城将士李应、柴俊、高平县守城将士史俊、穆宏、盖州守城将士花荣、董平、杜兴、施恩，各各交代与新官领军马到来。参见以笔清说花荣等将在盖州镇守。北张山士其从武关战败，领了败残军士、斗合浮山县军马来寇盖州。被花荣等两路伏兵齐发，活擒山士奇，杀死二千余人。山士奇遂降，其余军将四散逃窜。当下花荣等引山士奇令参宋先锋，宋江令置酒接风相聚。宋江等军马只在超德城中团住，杨氏惧怕张清、琼英之意，以坚田府之心，不在话下。且说卢俊义等已克汾阳府，田炮败走到孝义县，恰遇马陵兵到。那马陵是德州人，素有妖术，脚踏风火二轮，日行千里，因此人称他做神驱子。又有金砖法打人，最是厉害。凡上阵时，额上又现出一只妖眼，因此人又称他做小华光。术在乔道清之下，他手下有篇章二员，乃是武能徐瑾。那二章都学了马陵的妖术。当下马陵与田炮合兵一处，统领武能徐瑾、索然、党世龙、灵光、段仁、苗成、陈孙，并三万红兵到汾阳城北十里外扎寨。南军张作连日与马陵等交战不利。卢俊义引兵退入汾阳城中，不敢与他厮杀，只愁北军来攻城池。正在纳闷，忽有守东门军士飞报将来说，宋先锋特差公孙胜、乔道清领兵马二千前来助战。卢俊义忙叫开门请进，相见已毕。卢俊义一公孙胜上座，乔道清赐之。
至酒馆待。卢俊义诉说马铃术法厉害，被他打冒了雷横、郑天寿、杨雄、石秀、萧挺、周渊、周润、撒旺、丁德宣、石勇素元张座。卢某正在束手无策，却得二位先生到此。乔道清说道：小道与吴师为此品过宋先锋，得到此拿他。说还未毕，只见守城军飞报将来说，马陵领兵杀奔东门来。武能、徐瑾领兵杀至西门。田豹同索然、党、西龙、灵光、段人领兵杀奔北门来。公孙胜听报，说道：贫道出东门敌马陵，乔贤弟出西门擒武能、徐瑾。卢先锋领兵出北门迎敌田豹。卢俊义又教王信、杨志、欧鹏、邓飞四将统领兵马，助一清先生。当下大中文马陵会神行，也要同公孙胜出去。卢俊义依允，再令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马助乔先生。卢俊义同秦明、孙瓒、霍思文、韩涛、彭领兵出南门迎敌田豹。当日汾阳城外东西北三面旗幡蔽日，金鼓震天，同时厮杀。不说卢俊义、乔道清两路厮杀，且说神驱子马陵领兵摇旗擂鼓，辱骂逆战。只见城门开处，放下吊桥，南军张座涌出城来。将军马一字而排开，如长蛇之阵。马陵中马挺戟，大喝道：你妹这火乌败汉，可速还南门的城池。若稍延崖，教你片甲不留。欧鹏、邓飞两马并出，大喝道：你的死期到了。欧鹏拈铁枪，邓飞舞铁链，二人拍马直抢马陵。马陵挺戟来迎，三将斗到十合之上，马陵手取金砖，正欲望欧鹏打来。此时公孙胜已是骤马上前，仗剑作法。那边马陵手起，这边公孙胜把剑一指，猛可的霹雳也似一声响亮，只见红光罩满，公孙胜满剑都是火焰。马陵金砖堕地，就地一滚，即时消灭。公孙胜真个法术通灵，转眼间南镇将士军卒器械浑身都是火焰，把一个长蛇阵变得火龙相似。马陵金砖法被公孙胜神火黑了，公孙胜把陈美招动军马，首尾合杀拢来。北军大败溃输，杀得星落云散，七断八族。军事三庭内截了二庭，马陵战败逃生，幸得会使神行法脚踏风火二轮，望东飞去。南镇女神行太保戴宗已是三博亭当甲马，也作起神行法，手挺扑刀赶将上去。顷刻间马陵已去了二十余里，戴宗只行得十六七里，看看望不见马陵了。前面马陵正在飞行，却撞着一个半大和尚，劈面抢来，把马陵一禅杖打翻，顺手牵羊，早把马陵擒住。那和尚正在盘问马陵，戴宗早已赶到，只见和尚擒住马陵。戴宗前上看那和尚时，却是花和尚鲁智深。戴宗惊问道：吴师如何到这里？鲁智深道：这里是什么所在？戴宗道：此处是汾阳府城东国，这个是北张马陵。识被公孙一清在镇上破了妖法，小弟追赶上来。那厮行得快，却被吴师擒住，真个从天而降。鲁智深笑道：洒家虽不是天上下来，也在地上出来。当下二人搏了马陵，三人脚踏实地，径望汾阳府来。戴宗再问鲁智深来历，鲁智深一头走，一头说道：前日田府差一个巫婆娘到双垣城外厮杀，他也会飞石子，便将许多头领打伤。洒家在镇上杀入去，正要拿那巫婆娘，
不提防茂草丛中藏着一月，洒家双脚落空，只一交颠下月去。半响方到月底，幸得不曾跌伤。洒家看月中时，旁边又有一月透出亮光来。洒家走进去观看，却是奇怪。一般有天有日，亦有村庄房舍，其中人民也是在那里茫茫的迎干，见了洒家都只是笑，洒家也不去问他，只顾抢入去。过了人烟凑杂的所在，前面静悄悄的旷野，冇人居住。洒家行了多时，只见一个草庵，听的庵中木鱼落落地响。洒家走进去看时，与洒家一般的一个和尚盘膝坐地念经。洒家问他的出路，那和尚答道：来从来处来，去从去处去。洒家不省那两句话，焦躁起来。那和尚笑道：你知道这个所在么？洒家道：哪里知道任般污所在。那和尚又笑道：上至非非想，下至无间地，三千大千，世界广远，人莫能知。又道：凡人皆有心，有心必有念，地狱天堂皆生于念，是故三界为心，万法为色，一念不生，则六道俱消，轮回思绝。洒家听他这段话说得明白，望那和尚唱了个大嘢。那和尚大笑道：你一人缘前井，难出欲迷天，我只是你的去路。那和尚便领洒家出庵，才走得三五步，便对洒家说道：从此分手，日后再会。用手向前指道：你前去可得神区。洒家回头不见了那和尚，眼前忽的一亮，又是一般境界，却遇着这个人。洒家见他走的系 Q， 被洒家一禅杖打翻，却不知为何已到这里。此处节气又与超德府那边不同，图里只有任般大叶，却无半朵花蕊。大钟笑道：如今已是三月下旬，图里多落尽了。老智深不肯信，僧让道：如今正是二月下旬，色才落井，只停得一回儿，却怎么便是三月下旬？大钟听说，十分惊异。二人押着马铃，一径来到汾阳城。此时公孙胜已是杀退北军，收兵入城。卢俊义、秦明、孙瓒、郝思文、韩涛、彭杀了索然、党世龙、灵光三将，直追田彪，断人至十里外，杀败北军。田彪同段人、陈孙、苗成领败残兵望北去了。卢俊义收兵回城，又遇桥道清破了武能、徐瑾同陈达、杨春、李忠、周通领兵追赶到来，被南军两路合杀，北兵大败，死者甚众。武能被杨春一大杆都砍下马来，徐瑾被郝思文刺死，夺获马匹衣甲，金古安被无数。卢俊义与桥道清合兵一处，就海进城。卢俊义刚到府志，只见老智深、大钟将马铃解来。卢俊义大喜，忙问老智深为何到此，宋哥哥与乌尼那厮厮杀，胜败如何。老智深再将前面堕井及宋江与乌尼交战的事细述一片。卢俊义以下诸章，惊讶不已。当下卢俊义亲识马铃之薄，马铃在路上已听了卢智深这段话，又见卢俊义如此义气，拜服愿降。卢俊义赏卢三军将士，次日进宁府守城将座，已有新官交代，都到汾阳厅用。卢俊义教大钟、马铃往宋先锋处报捷，即日与副军师朱武计以精进，不提。且说马铃传授大钟日行千里之法，二人一日便到宋先锋军前，入寨参见，被世报捷。宋江听了老智深这段话，惊讶喜悦，
亲自到陈安府处参见报捷不在话下。再说田豹同段人、陈孙、苗城统领败残军卒，急急如丧家之狗，茫茫似漏江之鱼，到威胜见田府，哭诉那丧尸失地之事。又有魏枢密远官急入内启奏道：大王，两日流星报马，将与书说片也似报来，说统军大将马陵已被擒拿。关胜忽然卓兵马，以为如舍愿；卢俊义等兵马已破界幽怨城池，独有相行怨乌国寇处，屡有节音。宋兵不敢正视，田府民报大惊，手足无措。文武多官继以欲不降金人，当有魏右丞相太师便长斥退多官，启奏道：宋兵纵有三路，我这威胜万山还列粮草足之二年，如林冲驾等精兵二十余万，东有武乡，西有甚源，二县各有精兵五万，后有太原县、祁县、林县、大谷县，城池坚固，粮草丰足，尚可战守。古语有云：宁为鸡口，武为牛后。田府踌躇未答，又报总管叶青到来。田府即令召进。叶青拜武不清说：郡主，郡马屡次斩获，兵威大振，兵马直抵超德府，正要围城。因乌国寇偶患风寒，不能管摄兵马，黑大王添差粮将征兵协助郡主，郡马恢复超德府。当有魏都督范权启奏道：臣闻郡主、郡马甚是骁勇，宋兵不敢正视，若得大王御驾亲征，又有雄兵猛将助他，必成中兴大功，臣愿助太子监国。田府准奏，原来范权之女有倾国之志，范权献与田府，田府十分宠幸，因此范权说的无有不从。今日范权受了叶青重禄，又见宋兵势大，他便乘机卖国。当下田府拨付下长将助十员，精兵三万，前往迎敌卢俊义、花荣等兵马。又令魏太尉房学道也统领将助十员，精兵三万，往如舍迎敌关胜等兵马。田府亲自统领魏尚书李天石、郑之岁、枢密摄使林恩、都督胡英、唐显及殿帅御林获驾教头、团练使、指挥使、将军、教尉等众，挑选精兵十万，择日制其轻师，杀牛宰马，号上三军。再传令旨，教兄弟田豹、田彪同都督范权等及文武多官副太子田定监国。叶青得了这个消息，勿差心腹，星夜辞至相援城中，报知张清、琼英。张清令解真、解保将城索悬挂出城，星夜往报宋先锋知会去了，却说便长事后兵符挑选军马，盘桓了三日，方才统领范玉明、宇德元、傅长、顾海、寇森、管彦、冯翼、吕震、吉文炳、安士隆等偏衙各项将助军马三万，出了威胜州东门。军分两队，前队是范玉明、宇德元、冯翼、顾海领兵马五千。刚到甚源县，地名绵山，山坡下一座大林，前军却好没过林子，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林子背后山坡脚边撞出一彪军来。却是宋公明得了张清消息，密差花荣、董平、林冲、史进、杜兴、穆宏领征勇骑兵五千，人披远战，马扎乱铃，星夜疾驰到此。军中一张哨马当先，两手拎两杆钢枪，此张乃是宋军中第一个贯冲头阵的双枪张董平，大喝道：来的是哪里兵马？不早早受搏，更待何时？范玉明大骂：水洼草寇，何故侵夺俺这里城池？董平大怒，喝道：天兵到此，勿是抗拒！拍马挺双枪，直抢范玉明。
那边范玉明纵马拈枪来迎，而将斗到二十余合，范玉明力挟遮架不住，被董平一枪刺中咽喉，翻身落马。那边冯翼大怒，挺条运铁枪，飞马直抢董平。那边小李广花荣骤马接住厮杀，而将斗到十合之上，花荣拨马望本阵便走。冯翼中马赶来，却被花荣带住花枪拈弓搭箭，且得那弓满满的扭转身躯，吹定冯翼较亲，只一箭正中冯翼面门，头盔倒挫，两脚蹬空，扑通的撞下马来。花荣拨转马再一枪，结果了性命。董平、林冲、史进、穆宏、杜兴、萧动兵马一齐卷杀过来。顾海祖被林冲索翻，余德元堕马，被人马践踏身死。北兵大败亏输，五千军马杀死大半，其余四散逃窜。花荣等兵士夺了金鼓马匹，追杀北兵至五里外，却遇卞翔大兵到来。那卞翔是庄家出身，他两条臂膊有水牛般气力，武艺精熟，乃是贼中上将。当下两军相对，旗鼓相望，两阵女话各齐鸣，驼鼓跌履。北将卞翔立马当先，头顶凤翅金盔，身挂鱼鳞银甲，九尺长短身材，三牙掩口之须，面方肩阔，眉竖眼圆，跨匹冲波战马，提把开山大斧，左右两边排着副长、管掩、扣心、履阵四个魏统制官，后面又有魏统军提合兵马防御团练等官参随在后。队伍军马十分摆布得整齐，南镇女九文龙史进骤马出阵，大喝来将何人？快下马受搏，免污都苦。卞翔呵呵大笑道：平儿、官儿也有两个耳朵，你虽曾闻得我卞翔的名字么？史进喝道：坐亦匹夫，天兵到此，勿是抗拒。拍马舞三尖两刃八环刀，直抢卞翔。卞翔也抡大斧来迎，二马相交，两气并举，刀斧纵横，马蹄缭乱，斗到三十余合，不分胜败。这边花荣爱卞翔武艺高强，却不肯放冷箭，只拍马挺枪上前助战。卞翔力敌二张，又斗了三十余合，不分胜败。北镇中将士恐卞翔有失，急鸣金收兵。花荣、董平见天色已晚，又寡不敌众，也不追赶，亦收兵向南。两军相去十余里扎寨，是夜南风大作，浓云泼墨，夜半大雨震电。此时田府统领众多官员将坐军马已离了威胜城池百余里。天晚扎寨，帐中自有随行军中内侍姬妾及范美人在帐中欢宴。是夜也遇了大雨，自此淋雨一连五日不止。上面将盖的天雨盖都漏，下面又是水漉漉的，军士不好吹串立脚。各公园、战灵阙、各营军马都在营中扼守，不在话下。且说索超、徐宁、丹廷圭、魏定国、汤龙、唐斌、耿恭等将接得关胜、呼延灼、文仲容、崔野六兵及水军头领李俊等水军船只，众将继而留丹廷圭、魏定国镇守鹿城，关胜等将作水陆并进，船骑同行，打破鱼蛇怨，再留索超、汤龙镇守城也。关胜等众乘胜长驱，势如破竹，又黑了大谷县，杀了守城张座。其余牙将军兵降者无算。关胜安抚军民，赏劳将士，差人到宋先锋处报捷。次日关胜等同时也遇了大雨，在城团扎不能前进。忽报卢先锋留下宣赞，郝思文、吕方、郭胜管领兵马镇守汾阳府。
卢俊义等以黑了驾优，平遥两员再留韩涛、彭镇守驾优员。孔明、孔亮镇守平遥县。卢先锋统领众多将助军马，建为太原县城池。也因雨阻不能攻打。恰好水军头领李俊在城，听了此报，忙对关胜说道：卢先锋等今遇天雨连绵，流水大致，使三军不得溪流。倘贼人选死士出城冲击，奈何？小弟有一计，欲到卢先锋处商议。关胜依允，当下运江龙李俊，即刻辞了关胜出城。教同威、同猛统管水军船只，自己同了二将、三院带领水军二千，大粒披梭、冒雨冲锋，间道疾驰到卢俊义军前，入寨参见，不及韩温，即与卢俊义密语片响。卢俊义大喜，随即传令军士冒雨砍木作佛。李俊等分头行事去了，不提。且说太原城中守城将士张雄、魏寿殿帅之职，项忠、徐岳、魏寿都统制之职，这三个人是贼中最好杀的。手下军卒个个凶残淫暴，城中百姓受暴虐不过，弃了家产，四散逃亡。十亭中已去了七八亭，张雄等今被大兵团困，复顾不复。张雄与项忠、徐岳计议，目今天雨，宋兵欲掠无所，水地不利。身初嘅寡，均无溪流之心，急出击之，必获全胜。此时是四月上旬，张雄正欲分兵出四门冲击宋兵，忽听得四面锣声震响。张雄望上敌流望城外时，只见宋军冒雨穿劇，驱灯高浮山岗。张雄正在惊疑，又听得至白渠边及东西三处喊声震天，如千军万马狂奔驰骤之声。霎时间洪波怒涛飞至，却如秋中八月潮汹涌，天上黄河水泻倾。真个是功过至百城三板，继胜淮阴沙几囊。毕竟不知这水势如何抵止，且听下回分解。